大家都知道，光彩的火龙是实实在在的内鬼，只要给他一定的时间，他就会。Patience is key in life. 除了飞船外，还有众多受害者。月光花，我本来好好的在这，谁晓得飞来横祸，把我屏障给烧没了。真是的顿。我也是，我尽职尽责，赌僵尸。他倒好，一条火龙过来，把我的盾烧个半残。最后火龙草实在过于内鬼，但我能为火龙草证明它是好的，能帮我们去除防爆警察烟雾。给你切寿司，喜欢我的话三连支持一下吧。